将我哋变成一个男团啊！我真系 picture 唔到，因为系咯，好似话学你话斋，呢度系咩人都有，跳舞嘅、唱歌嘅，即系好似我 rap 嘅咁样，所以真系 picture 唔到，但系会几得意咯。因为呢度同佢哋边一个人做嘢都好，都一定有化学反应咯。同佢哋夹埋一齐，一定唔系一加一等于二咯。系啦，会三四五六。我觉得我哋可以叫十兄弟咯。做男团，我就大家做男团，我觉得。喂，好啊，梁。如果如果大家做男团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其实每一个，但好像也可以说真的，就是那个有可能会碰出不同的火花，而且我们一团有好像也可以分两团，变一团或是那个跳舞的一团，然后也可以合在一起，其实蛮帅的。跳舞跳舞啊，跳舞啊，跳舞啊，系啊，你唱歌那一版咯，啊，好渣呀！我跳啦，他口都系跳舞嘅，他口都跳，他口做系啊 ，Lady Killer 嚟嘅，系咯，歌曲，好啊，举手咧，我以为你哋个个举，我以为你哋个个举呢个 Solo，Solo， 我以为你哋举跳舞，我哋举唱歌啊嘛，点知你哋玩我？喂，出句聲啦，舉手啦，正式舉手得唔得？講明佢頂啊嘛，你頂香港，我頂 New York 嘅，佢頂馬來西亞。我哋十個係十個玩。我講啦，唱歌應該係 Nathan、亨仔、Ash、希俊、KC、黃峰，講曬。Taco。多謝你。如果在呢十個入邊要揀一個做男團，我應該會揀 KC， 因為佢跳唱都得。如果要揀一個人同我組團嘅話，我突然間想試下同 T 蘇組舞團，聽都得。如果一揀一個人做舞團，都係 KC 嘅，因為大家好似係一光一柔咁樣，即係佢係代表排舞界嘅，我係代表街舞界嘅。所以如果一起做一個組織出嚟，哇，炸！如果我揀一個組團嘅話，我都係揀阿 Kiss， 佢係該認真是認真，該玩是玩，同埋我同佢嘅思維都似，所以會同佢合作比較舒服。喂，點解咧 ？Snoopy 咯，我其實覺得唔要啦 ，Snoopy 好似，好多人話我哋兩個好似啊，不能。如果揀佢嘅話就。咪兩個一樣樣嘅人喺嗰度，我想揀亨仔啊！哇！喂，咁嘅男團未見過啊，同埋唔係咁嘅男團，咩？我唔知佢食咩喎，但係我覺得可以偷翻啲食譜咯。即係如果揀一個人做男團咧 ，Ash 其實如果我同佢唱嗰方面，應該真係有啲火花。鬥嗌真係好炸，想像到個演唱會個 picture 真係，所以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。一定亨仔，因為我唔使唱高音。Peace， peace， yeah， 簡而正。Never， 同月同日生。哦，係啊，我們可以一起過生日。如果做一個組合啊，因為我同 Ash work 過，其實好中意佢個 work ethics 嘅，要玩嗰陣時候真係玩嘅。And then you serious 嗰陣時真係好 serious 嘅 ，so yeah Ash and 佢可以補我啲唱歌嗰啲 parts 嘅。Hello， 我係九號拉麵香，呢度係六號嘅 Taco。Hello， 我係三號 Snoopy， 我係46號希俊。Hi， 我係52號 Ash 羅順友，我係1號嘅黃峰，我係32號亨仔，35號 T 蘇，99號 KC， 2號 Nathan。